唱的最后一首歌叫做《那又怎样呢》，好不好？做好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了，好吗？希望今天晚上呢，大家能够听歌听得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 rock。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如此放纵，若没有朋友，你还有什么高手？是不是真的觉得自己没有把握？失败的酸甜苦辣，是否尝过这结果？怎么说都是错。一起 say hey， 再一次 hey， 别再想人生的搞不清楚的黑白。一起 say hey， 大声 say hey， 就算有再多的等待，等待的他不会不来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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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说他真的不来。觉得我们还不错啊 ，FB 啊，在搜寻。Uncle， 不是，你真的想要听吗？想啊。你们想要听舒服的，还是那个很激烈的？好了，我们带来，好了，我们来唱一首了，写给家里人的，对。
最近的新歌，可以吗？对，我打一下嘛呀！你们真的开玩笑很多呢吼。到底？好啊，对啊，来啊！我们带来这首我们最近刚完成的作品，大家听看看。好啊，大概简单的干了，让他讲话。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，这首歌。我刚刚要换气，要怎么讲？这首歌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爱在一起》，那也是我们目前比较新的一个作品。那这首歌呢是主唱小沙，要写给就是他的家人一起唱的一首歌，因为他觉得可能他的家人，我们大家的家人。就是对于录音还有录音室是一个非常陌生，然后又非常有想象空间的一个地方，因为他们可能甚至没有去过或是看过，然后他觉得他想要带他的父母亲一起去录音室，然后录制这首歌，所以他就专程写了这首歌，对吧？是这样吗？哦，那然后我觉得他非常用心哦，因为他知道他爸爸会一些乐器，例如，你爸爸是会什么？口琴的，那叫口琴吗？口琴嘛。然后吉他，然后那个小提琴，还有法国号。真的假的？知道口琴啊，唯一对的只有口琴。琵琶。吉他，我小时候是看我爸弹吉他，才去学钢琴的。然后，所以他希望把他爸爸会吹口琴的这个部分呢，也收录在这首歌里面，让。希望未来有一天能够把这首歌很完整的录出来，然后再分享给大家。这样，这是一首比较轻松舒服的歌。那在最后呢，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跟你们自己的家人相处的非常非常的融洽。我知道这个说法有点官腔了，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真诚的一句话。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还会在我们身边多久嘛，对不对？当然希望越久越好，可是。很多事情都是不好说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个时间每一刻，好吗？慎选父母。这首歌叫做《爱在一起》啊，那大家也可以舒舒服服的找个地方坐，或者是舒舒服服的站着，或者欣赏这首歌曲啊。这首歌叫做《爱在一起》，然后谢谢你们刚刚给 Jump 的掌声，谢谢。
起小时候，你常常不在我的身边，晚上睡觉前你还没回家，直到微亮的天才听见你发着的声音，又要出门工作疲惫。老爸老妈辛苦了一辈子，不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小鬼这个家？阿妈你那对不起，常常因为我的事情让你们吵得不可开交。我知道你偷偷的在夜里是累，我知道你电话里面一边只是想念，我知道你要的不是我们赚大钱，只要我们平平安安，不要给自己人生丢脸。答应我你会好好的，答应你我会好好的，不管未来我们会在哪里，请记得还有一首歌。一起唱在这边再次谢谢大家好吗？然后如果喜欢刚刚的歌呢，那就今天晚上呢好好的跟自己的家人，如果他不在身边的话也拨一通电话好不好，给他们这样子，我觉得他们在电话的另外一边只是想念而已啦，好不好？然后绝对不要嫌他们啰嗦还是干嘛，好不好？然后希望呢今天 Jump 的歌能够让你们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感受，好吗？